亞去旅行的故事，所以我想去中國、美國、印度、巴西和日本啊！我都好想去啊！咁一起去啦！菲菲，做咩你咁唔開心嘅？唉，我都唔知點解咁唔開心啊！小朋友，你哋做咩咁煩惱嘅？你係邊個啊？我係精靈媽媽，我剛才聽到你哋嘅對話，我有辦法令到菲菲開心。有咩辦法啊？我帶大家去世界各地收集快樂種子，只要收集六種快樂種子送俾菲菲，菲菲就會開心噶啦。咁點去啊？話明要去收集快樂種子，梗係搭快樂號去世界各地啦。但是要跟我念句咒语才可以启动快乐号哦，大家要跟着我一起讲：快乐同游，开心冇忧愁。小朋友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一、二、三，快乐同游，开心冇忧愁。去边个国家先啊？第一站，我哋坐住快乐号去中国啦！大家坐好未啊？而家一齐出发去找美丽种子啦！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
次我唔话俾你哋知，只要合上眼睛数三声之后就到噶啦。知道，一、二、三。主禮嘉賓上台，嚟一個大合唱。